请大家发挥爱心，帮新年病人圆梦。慈济大学护理系学生用年轻人的热情为癌末患者募心募爱。谢谢你的爱心，谢谢你的爱心。心里很舒服啊，大家一起付出爱心。青年旅行社很有意义，对于癌末病人还有他的家属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跟弥补遗憾，觉得很感动。我们现在要坐轮椅来回来，嘿，点滴的爱心凝聚成圆梦基金，带着阿发伯回家团聚，也让罹患口腔癌的曾先生能再尝一口记忆里的奶茶味道，还有熊哥第一次走进家乡的好山好水。医疗团队努力满足各种心愿，不要留下遗憾。一个人对生命的一个最后的时候呢，他留给家人的是一个怀念，他的期待我们希望最圆满，我们希望给家人跟病人中间创造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，可以替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，我们可以陪他走过这一段路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我们没有要求什么回报，可是病人这些笑容就是我们这些热情的燃料。人生最后一里路，心莲旅行社用爱陪伴。大爱新闻黄文琪、刘宏志花莲报道。